29万啊！大风吹，曲终人吧，好不好？爱你一万年不唱了，来一首曲终人，行不行？不行啊！秒针不说了，就秒针，来29.1万人。哎呀，我怕这个首歌没选好，上不了30万了。29.5万人，大风吹。29.6万，大风吹。感谢小草姐，感谢蓉蓉。29.8万。31万人，取一杯天上的水，照着明月任世界望啊望，爱恨不过是一瞬间，红尘里飘呀。取一杯天上水，照着明月任世界望啊望，爱恨不过是一瞬间，红尘里飘。马上33万人啊！就让这大风吹，大风吹呀，吹吹吹走我心里那点痛，那点悲，就让那往事消失风里，当初的你仿佛是天注定。就让这大风吹，大风吹，一直吹，沧海中逝去，眼无理，哪里死？就让那往事消失风里。当初的你，曾记得我的那个谁？直播间马上34万人，我们继续往30万人冲一冲，秒针来继续。雨一夜伤心，沉默的秒针，冥冥中刻我轻轻感应着共振。雨一夜伤心，甜蜜的秒针，一朝拥抱发生，不去能逆风，托梦苍生入本中，我两手空空。说说借给我啦！所有家人们，双击屏幕点赞，来冲个35万人！雨一夜伤心，沉默的秒针，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着共振。雨一夜伤心，甜蜜的真，一朝阳都发生，无处能逆风，托梦苍生入本中，我两手空空，杂计之中惊醒雨轮波，你感叹时刻不过是场梦，生消三点生根及抱拥，心中受伤竟已荒芜，光阴匆匆漂泊满重路，心恋爱的他已不可怪慕，北风吹散我的拥抱，是太错过为谁能轻易浓。就不应该唱后面那首歌，实在是唱听腻了，秒针了哈，是不是？来，我已经30万人了，今天，哇！谢谢我们现场朋友们不离不弃，下大雨也没有离开我们的现场，一直在等待我。是你们，因为你们绝对，你们相信我一定会播的，是不是？不管，如果等一下他一直不停，爱你一万年，不唱了吧？爱你一万年啊！爱你一万年，唱不唱？唱吗？这音乐声音怎么这么小？来，一直在点，那你怎么还有时间打字呢？点歌的人，点歌的人啊，不行不行，曲终人就曲终人吧，来吧，不停，他们说不停，爱你一万年不停，曲终
人送给大家。没做了，不做了。Three, two, one。也独自难过，反复重播着这首歌。别起来！春晚播着曲终人，再听一首曲终人。谁是谁非爱与恨，满身的伤痕。33万人，昔日浪漫的回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下完雨之后，下雨之后特别开心。阳光总在风雨后。对，马上就有彩虹要出现了啊！就是我们的直播间还有现场的家人们哈、一道道彩虹出现在我的面前来，谢谢。接下来把我们的八筒还有屯屯的关注点一点，好吧？右上角十万家人气打开，32万人。保持一下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八筒，我在榜七号麦。喜欢我的话，榜七的加号点开，一起点点关注。好，人群里来看看有多少高手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们上过的就先不上了哈、因为还有好多人等了3天还没有上的啊。你站了3天了？站了3天了吗？真的。你从哪里过来？我从青岛来，但是我是东北人。啊，你站了3天了。啊。啊？连线过了，我还连麦了。哦哦，来，你直接唱什么歌？3-2-3，预备，起！我把我的梦想买了3-2-3，换来了灶台上的1日3餐。
熬一过时间，嚼一口从前，我忽然想念自己曾经发光的少年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刚刚我忘记唱三两三了啊、哦，我们三两三很好听，来，我人气在我三十万人冲，好热啊！我天啊，哎呀，热的我上是吗？上啊，上上上上，哎，这后面来来来，这后面这个白，哎，这个我看这个是谁？这个你好，来你好，你往前你往前来，好，你这咋画成这样了？雨都没帮你淋湿啊！ 我是想来吹萨克斯来的。吹萨克斯啊！我想跟你合奏一首，可以吗？你的样子啊，可以吗？那要不要试了吧？这个他吹萨克斯可以直接上来吧，好不好？啊、水你就不唱歌，只吹萨克斯啊？对。OK OK OK OK。你怎么又是拆了？你们也站三天了啊？开了三天车，老板从哪里过来？三天车，三亚要开三天啊？你是三亚去玩是吧？开了两千。哎，这话筒怎么了？好，你直接唱好不好？直接唱来，预备，唱。哎呀，我天哪！来，怎么回事？喂喂，怎么？喂喂喂喂喂。Love is over， 虽然也曾叹息。虽然也曾悲泣，如今都已成过去。Love is over， 时光匆匆如流水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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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怎么样，家人们？上还是下来告诉我？上啊，上上上上上吧，一男一女，我看看。来，这位，你好。啊，太激动了。来，你从哪里来？从浏阳，我是浏阳的。浏阳本地的，好，唱什么歌？唱一首《可能》。预备，起。来，稍微让一下。预备，起。可能心安城墙上有人说，哎，不对不对，这个话筒来，什么糖来？可能心安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，可能要去到大理才算爱的认真，可能谁说要陪你牵手走完一生，可能笑着流出泪，某天在某时辰。来，这位小姐姐，浏阳本地的小姐姐，上还是下来告诉我。上和下一样多啊。我们前面第一轮还是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是啊，啊，下的比较多，你看，来这一位，哎，老板好，直播间2113的家人们，你们好，来，我唱什么歌？我唱《花风行万里》。来，预备，起！我花风行万里，越过大海找寻你，你恰似一场雨，落入了我的心底。来，这位小哥哥怎么样？上还是下来？告诉我，这位小哥哥上还是下？啊？上多还是下多？好，上上
我这边再选一位小姐姐啊，一男一女，再选一位小姐姐。你好，来，你要唱什么歌？老板你好，这个时候我唱这个唱一点温柔一点的，好像有点滋滋响。特别爱，这怎么回事？下雨把话筒都搞坏了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心魔逃不过你的眼睛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你找来，这位小姐姐上还是下来告诉我啊。来，上还是下？我觉得你没准备好。我感觉你，因为说实话，很多人在那里排了好久的队，排了几天，都没有拿到话筒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们拿到话筒一定要好好珍惜，好吗？因为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啊。是不是？下的比较多啊。再选位小姐姐啊，选位小姐姐。来，谢谢，我来一首《喜欢你》吧。来，预备起。黑风内，那松安动眼，就心。哎呦，这不行，话筒全坏了。喂，来，那我重来一遍了。黑风内，那松动眼，就心。云在何轻抚你，那可爱面容还诉说梦话，像昨天你共我。哇，来，这位小姐姐怎么样？上还是下？上还是下？告诉我。哇，现在灯光好好看哦。啊，上的比较多。哎，上来，先选四位啊，我们等一下还有一轮，好不好？等一下还有一轮，来，准备好，五个了吗？哦，上个四的，对，忘记了。所有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，现在我们已经中国湖南湘西浏阳大围山杜鹃花海，一定要到海森游乐园坐森林过山车玩森林玻璃漂流。今天海森游乐园也要邀请我们陶老板在这里直播，开心快乐，希望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这里打卡，谢谢。好的，这边不光可以看杜鹃花节啊，10万亩的杜鹃花海，还有一个游乐场叫做海森游乐场，我来的第一天我就上去玩了，有那种玻璃栈道啊，还有那种索道啊，就是有好多的设施，一路从山下玩下来，咱们也可以去玩一玩那个海森游乐园。欢迎大家来此打卡，谢谢。好的，来，接下来有请我们第一组上场。赞，马上5000万来，你好，来这一位第一位小姐姐叫什么名字？你没搬过来，来叫什么名字？叫大林。大林来唱什么歌？今天第一首《三两三》。三两三是 DJ 版还是 DJ 版？
你是一个人唱还是？可以跟你一起唱吗 ？OK， 可以。Okay, okay, 来， okay, 好，我休息一下，来。好的呢。你好，那个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叫喇叭绅士小五。你是个吹萨克斯的一个主播是不是？啊，对的，对的。你这上面都是灰，我天！哎呀，谢谢。来，你等一下想跟我合作一个什么？你的样子可以吗？就 DJ 版的那个啊，对，就我经常唱的那个啊。哎呀，幸好我今天没有唱啊。那行，我们两个一会儿合作一个啊。到时候你要提醒我一下哪里进，我因为没有进过你那个伴奏。没事，我跟着唱，我有信心。那你是我唱的时候跟我一起吹啊？啊，一人一句啊。啊，就是。我唱一句你吹一句啊，你唱一段我来一段，然后我们再合一合，啊，这没排练过，我天啊，我对自己有信心。你对自己有信心，好看，你对有信心。来来，下一位，来，你去那边啊。你好，老板好，还有现场的朋友好，直播间家人朋友好，我叫小宝音乐，我来自海南三亚。哦，刚刚有一个小宝音乐就是你啊。对对对，啊，榜一啊，榜一是我。哎呀，我天哪，咱们这现在的榜一是越来越容易上了啊，是不是啊？来，你唱什么歌？我跟老板合唱一首《全是爱》，可以吗？全是爱，可以，没问题。OK， 没问题。好的啊，如果你们都要想好，万一大家还想听我们唱一首的话，想好什么歌啊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的，谢谢老板。好，休息一下，来，第三位叫什么名字？老板好，我叫包包，家人们你们好。哦，包包，这是我们彩虹糖的主播，那是你们选的啊，不是我选的啊。刚结算，谢谢彩虹的家人们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哎呀，我都忙忘了，你们都还是帮我记得，谢谢大家主动帮我送去票啊！感谢彩虹的家人们，谢谢你们！来，包包仔、哦、是咱们公司的主播啊。其实我们台下起码有十位我们公司的主播，但是我还没有选。真的，我知道很多我们公司主播在场面台下排了三天了，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再带我的节奏说都是安排的。我也很心痛，我也想。给我自己公司的主播一些机会，但是我觉得咱们自己公司主播还有机会啊，有很多人从外面赶回来，我就先把机会让给他们，但等一下我会给他们机会的啊，好不好？等一下下一轮来一个不一样的，咱们自己工会的主播 PK 外面的主播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就来个这个啊，来，包包仔，哦，你要，我可以唱什么歌？我可以唱我擅长一点的慢一点的歌吗？可以啊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可以吗 ？OK，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来，好，休息一下。来，你好，老板好，我叫袁子儿，大家也可以叫我元宝。元宝啊，嗯、你要不会唱喜欢你吧？嗯，我可以唱喜欢你，也可以和唐姐姐一起合唱《日不落》，可以吗？日不落，嗯，可以。好 ，OK， 日不落哈、啊，休息一下，来，准备好，直播间的家人们来，准备好，我们第一轮的啊比拼啊，第一轮的比拼来，啊什么 Michael 哪里有 Michael， 来，准备好。哎呀，又下雨了，你们看看没有，后面这个雾啊，这个雨雾啊，真的是纯天然的啊。这个在音那个叫啥，那种叫什么，看啊啊，不是，我想说的是，就是这种好看的这种灯光，怎么花多少钱都打造不出来的，这是纯天然，后面全是雨雾啊，特别的好看啊，在这现场看，哇天哪，来，有请我们第一位上场。来，现在直播间三十万人，今天努力好不好，看看能不能冲到四十万好不好。来来，第一位，来，有请。说两个也可以、啊、来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大林。大林，来，我们俩唱一首《三两三》送给大家。呜呼，呜，好大一层雾啊！我的天。嗯、好了吗？云雾缭绕。三两三送给大家。一二三，呼。二三，呼。直播间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谢谢无名哥。我把我的梦想卖了三两三，换来了灶台上的一日三餐，熬一过时间，嚼一口从前，我突然想念自己曾经发光的少年。我爬上了屋顶，对月亮递根烟，和你谈谈我是如何熬过的这些年。曾胸怀天下，曾经长时段也曾想要为了他万水千山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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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钱按揭款，早晚都得还。浊酒三两三杯，不敢少留念。不敬岁月，不敬天，敬我的心酸。哦、直播间马上三十二万人了。浊酒三两三杯，不敢少留念。我爬上了屋顶，比月底比更远，和你谈谈我是如何熬过的这些年。曾胸怀天下，曾情长时段，也曾想要带着他往水千山。累累累累累，这么低吗？我想剩三个。人生路漫漫的，世道多艰难，心就像按揭款，早晚都得还。浊酒三两三杯，不敢少留恋。不敬岁月，不敬天，敬我的心酸。生路漫漫来，世道多艰难。感情就像按揭款，早晚都得还。浊酒三两三杯，不敢少留恋。不敬岁月，不敬天，敬我的心酸。听我的心酸。嗨、hey, 感谢无名哥，欢迎无名哥回家。 OK， 一首三两三，谢谢所有现场的还有直播间的家人们。你这调，你这调没整对，这么低呀、啊、你自己都唱不出来了吧、啊、有点低。来看看这榜几，点点关注。来榜几啊？榜六，我在榜六的位置。好，榜六从哪里过来？从青岛过来，我是东北人，黑龙江人。 OK， 从青岛过来大